涂完就是最基础的护肤之后，我们可以开始化妆，完看我们能不能十分钟化完。这个一般就是不怎么用的散粉、眼睫毛、眼线什么的，完之后比较常用的就是这些底妆加一个眼影盘。That's it， 眉毛。护肤这一步之后，如果你不用散粉、不用眼睫毛、不用眼线的话，就是一个底妆、一个眉毛，说你可以遮一下瑕，完之后一个眼妆，轻轻松松五分钟，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比较完整的一个五分钟的妆容。之后大概你要把头发稍微梳一梳什么的，分个缝啥的，我觉得就可以去上班了。所以如果上班我没有时间的话，就是这样五分钟到十分钟，你就可以画一个比较我觉得正式之后可以去上班办公室待的妆。那我们就下个视频见，大家拜拜。